原标题《三国谋士系列之四二》，得知此人到来，诸葛亮心灰意冷。《灿烂海滩》原创作品，严禁转载。蜀后主建兴十二年（公元234年）七月，经过三个多月的征战，诸葛亮北伐大军不但未能深入西北腹地，对曹魏形成重大威胁，反而在五丈原地区被司马懿团团围住。除了南面通往汉中的斜虎之外，东西北三面都有敌军的重兵把守。此